拿出来，然后让客户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跟我们这个视频里的不一样，然后再重新塞回去。边上全部都按一下，把它按压整齐了。这个是不是还没按压整齐啊？还不是圆的，整齐的，是要圆的位置吧？没有的，可以的。